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电卡少女徐云娜。今天呢，很荣幸的可以拿到最近刚在北京发表的小米六。那十一手上这只呢，就是它的蓝色玻璃机身搭配金色不锈钢外框的小米六哦。那这只小米六呢，它的蓝色真的是非常漂亮，我拿近一点给大家看。还有正面，然后背侧面的金色的部分，金下下，我真的很爱。好，然后它的规格的部分呢，它里面搭载的是目前最强的处理器高通骁龙835，那另外搭配6GB 的 RAM 哦。那刚刚大家一定有看到，就是它的双主摄镜头这边。那这一颗呢是它的广角镜，另外这一颗呢是它的长焦镜头啊，等一下。好，那这边这一颗呢是它的广角镜头，那这一颗呢是它的长焦镜头。那它的两颗主镜头呢都是1200万画素，前镜头的部分呢则是800万画素。那我们现在就立刻马上来试试看它的拍照功能吧。我要来拍米干，它现在是很快乐的在自拍中。黑色漂亮。来，镜头来，你看，我现在要试的是它的，这是一般模式，然后它的双摄模式，十岁，好，那这个双摄模式可以干嘛呢？按下去给大家看看。好，现在变十八岁，好奇怪，长大了吗？就是背景呢会变糊糊的，然后更强调人物的重点，就是它会更强调你想拍照的重点。好，那这支小米六呢，将会在4月28的时候在北京上市。那至于台湾什么时候要上市呢？我可能要等一下去办公室问一下哦。好，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别忘记要订阅电塔少女的频道，还要给我们影片一个 like。另外也别忘记要给我们粉丝团设成想先看喽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拜拜。袖子飞起来了。